你像后来的我们埋了否认和确认过眼神，只想说你是我的人。我叫芈月，还是你给我取的名字呢？爹爹，我想看一看爹爹。好人说我是考倒数的副班长，他课间吹鼠大闹，我就去说他，结果他就笑我，还朝我做鬼脸。这熊孩子怎么那么没礼貌啊！我明天找他爸去，让他爸好好教育教育他。爸爸，我也要上奥数班，他们其他同学肯定也会笑我的，他们肯定会背着笑我的。